是本校的游泳队，他屡获佳绩，这样亮眼的表现，相信未来在泳坛的成绩会更上一层楼，值得我们拭目以待。全体运动员立正，
荣富国小的同学们乐活爱运动，课后参加许多体育性的社团。接着我们邀请扯铃队的小朋友准备来为我们表演。陈佑任小朋友，他们即将利用扯铃来点燃